日要講嘅製作校徽嘅圖章，所謂校徽係指嶺南大學嗰個校徽入邊究竟個白雲山代表乜嘢咧？個珠江河又代表乜嘢咧？荔枝樹又代表乜嘢咧？嗰條小路又什麼一回事咧？現在讓我咧就逐一介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香港、澳門和國內的嶺南教育機構，永久性建築物外牆呢或者室內都雙有校徽。據老校友李瑞明博士推介，以1964年香港嶺南同學會小學外牆的校徽是最符合設計者的原意，因為當年建校舍的建築師黃定基是嶺南校友，他參照原來繪圖加以美化，用直徑為基數，選出尺寸、弧度，製成工程圖，俾建築商有依據嚟製造嘅。本人則認為香港嶺南會所個外牆嘅圖形可以接受。因為幾十年來每次走進會所的嶺南人都從未對這個校徽有意見的，因為校徽沒有了尺寸怎會畫出一張圖則呢？校友黃定基已經去世這麼多年，會所的圖形出自哪個高手真是難以追尋，但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將雙在不同地方的校徽複製一張圖則，用半透明的油印紙覆蓋在會所校徽上，繪圖員將所有圖像照畫在紙上面，量度直徑，可以計出圓形內所有的圖形，簡單、慳錢、慳時間。校徽的深藏的意義就是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。很多時候那些學長很多時都問嶺南的校徽是誰設計，其實答案就很簡單，嶺南校徽是校友和中學校長司徒慧先生設計，司徒慧先生倡議而定下來的。這些是往昔嶺南大學在廣州河南校園的懷思堂向北前望的景象，高處的白雲山亦都是莘莘學子所景仰的，要橫跨連綿的珠江水是東西北三江的總匯，遠遠流暢是通幽小徑兩旁的荔枝林，這些表現了豐美的人生。其實簡朴的嶺南校徽沒有華麗的設計，它沒有標榜高然大志，它只是拿自然而是含有嶺南的格言的一段校訓。這段校訓就是 Education for Service， 以前就譯了它做今之學者為人，今天是作育英才服務社會。他和廣為推崇和流傳的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之中的蒙卦，即啟蒙
法治同埋掌掛修德為人嘅卦象暗合嘅。喺設計入邊，遠方嘅白雲山同埋珠江水，即係山水，係構成蒙卦嘅主要部分。佢嘅意義就係啟蒙，啲咧就係推崇教育嘅傳道、受惠、解惑、培育品質純正嘅學子，成為有用嘅人才。咁大學教育嘅方法係近觀珠江水同埋荔枝林浮現嘅美麗圖畫啦。咁先至係大學教育嘅終極目的啦。